来，机会难得，赶快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哦。通常你们想要拍个人照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很抱歉，时间很少，有的时候可能下一场要赶场或是干嘛的，没有办法那么多时间给大家拍照。刚好今天呢，我们的情主那在主办单位特别重金礼聘，邀请我们恶魔舞团来到现场，让大家拍个够，耶、yeah! ！记得哦，拍漂亮一点。不漂亮的就不可以上传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漂亮才可以。那个腿要拍得跟林志玲一样长，然后身材要像蔡依林那样居奶，然后脸蛋要像洪佩岑一样甜美又可爱，这样才可以哦，不然都不及格哦，好不好？大家回去要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来，后面的朋友。Yeah. 有没有拘奶？有没有？yeah. 来，这边的朋友赶快，想要拍照的手举高，我们镜头才会看那边哦。哇塞，很会很会，真漂亮。好，来，我们下一位邀请的是我们恶魔舞团的 Vivi。 耶、yeah! Let's go、欸、大家记得哦，拍照的时候不要只拍这个单人，也要把我们这个豪华的摇滚车一起拍进去，这样才有那个氛围感哦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近照、远照各拍几张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! ！来，这是我们的长腿美女 Vivi， 这个呢身高将近200公分，我真的不敢站在她旁边。可是呢，我站在她旁边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种非常有安全感的感觉，很小鸟依人。身高200公分，腿长120。没有，高跟鞋大概20公分左右。腿长100，来，九头身的身材哦，这个真的是 model 的身材，这是我们的 Vivi。 Vivi 要一个人拍30分。好爱拍照。真的吗？ Vivi 很喜欢拍照哦。没有吗？好了，来，后面的有拍了吗？有了吗？好， OK OK， 来，谢谢我们的 Vivi。 来，紧接着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下一位，这是我们恶魔舞团的萱萱，我们的小可爱，这个是我们恶魔舞团的可爱代表萱萱。来，大家赶快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。萱萱害羞了，因为很难得个人照，通常都是团体照比较多。你看我们萱萱可爱代表，害羞了，害羞了，他不会摆 pose， M 字腿来一下就可以了。不会啦，还是很漂亮。人漂亮，怎么拍都漂亮，不用摆 pose 没关系。对，我们就可可爱爱的就好了。来，后面这边，后面这边，可爱又僵硬的萱萱，后面后面，来，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哦，这样子啦，萱萱。整个很尴尬的脸，他整个超尴尬的。好啦，你自然就好，自然就好。好，来，我们下一位，这是我们的宝儿。
来，这是我们恶魔舞团的 MC 代表宝儿，非常的厉害，又会跳舞，然后又会唱歌，身材又好。你看我们恶魔舞团真的每一位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哦。那么先从当中留一点点时间，让大家可以拍摄美美的照片。那当然，欢迎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打卡上传哦。记得要标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主家，或者是咱的星期五大中大关岁，咱的开门尼前往新市，咱的大体中安宫，较早进庙会噶绕境平安活动，记得标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，或者是咱的星期五噶，以及我们的展开展全金属有限公司。那么现场当中，我们热情的摇滚车，非常的感谢的是我们的科炫灯光音响，以及我们的红顶企业社。那么现场当中呢，安排这么漂亮、这么豪华的摇滚车，在现场一起来陪伴大家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？自带电风，自带电风，有需要这样吗？这样吹哦，觉得好像头发很乱哎。自带风扇哦，哎，两个，一人一边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欧巴欧巴，你看刘海都乱了啦。好、哦、像可以吗，宝儿？可以，哎呦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你们吹哪里？你们吹哪里？不要乱吹啦！哦，玛丽莲梦露，等一下，你们在乱吹，人家都快曝光了啦。好啦，来，谢谢我们的宝儿，来，我们下一位就是我们的演员美女。来，我们的演员，他们现场当中也要安排玛丽莲梦露的桥段是吗？哎呦，不错哦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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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个不错不错。来来来，我们现场好朋友想要拍摄的，大家不用客气。记得，如果我们私密部位不小心曝光，要帮我们打一下马赛克的部分，要打马赛克，或是放一颗草莓也可以哦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!！朋友有拍了吗？后面的朋友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舞台上的活动会持续如火如荼的进行，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哦。等一下可能还有小礼物会送给大家哦。这是我们恶魔舞团的燕燕，耶、yeah!记得哦，如果有拍摄到漂亮的照片，也可以呢上传到我们恶魔舞团的粉丝专页，或是音乐甜心姐姐的粉丝专页，把你们拍摄美美的照片给我们留个纪念哦，谢谢大家。OK， 谢谢我们的演员，来，紧接着呢，就是。